着火了，我看你就来火，出去。你的外卖到了。我没点外卖。不，你叫了。对了，你叫我来什么事儿啊？我。你没吃饭吧？饿了吗？嗯。阿姨呢？哦，阿姨请假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叫外卖吧。叫什么外卖？冰箱里全是菜，看我的。写好了。嗯，放那儿吧。怎么了？辣到眼睛了啊！谁让你用洗过青椒的手揉眼睛了？看，我看看。很疼吗？你帮我吹吹吧，好疼啊！又不是眼睛里进沙子了，吹有什么用啊？那边有水，自己洗洗啊。真的疼，试试嘛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服了你，笨手笨脚。没有眼睛啊？右眼。别动啊。油腻，还想不想吃饭了？出去，带着去。我想看着你吗？那你看着吧。哇！我。着火了！我看你就来火，出去！那个，你要不要换件衣服？出去！怎么样？好喝吗？好喝也好吃，要是能每天吃到就好了。那你想得美，说吧，找我来是不是合同的事有眉目了？李明成查到内鬼是谁了？这个人在斯诺供职过，还真是斯诺。那是薛资的人还是薛乐的？这个暂时还不清楚，但是这个人在斯诺供职是3年前，所以薛资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我是被薛资派去上爵帮助筹备双年展的，现在双年展结束了，我也该回去述职了。顺便查一查，是不是薛资搞的鬼。